春上，今日又落成，云更下兰舟。是我自卫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是我的荣耀，有时叫我抬起头来。感谢主哈，他呢就是不断的是主的带领，都是有每一天都是有有新的人加入，比如说今天呢就有三位新的同学加入哈。赞美操呢是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管道啊，特别是在这个疫情的时候，因为只有赞美操呢是说能够触到社区，去把这个福音透过赞美操传出去活动。有，我最近就是想要运动才来。第一次参加赞美操。